大家好，我是阿曲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，一样是为大家带我们的莱伊特啦。那其实上个 Albertson 也得到了最好的 End， 是不是？然后，我已经断存了一堆档案，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玩了。哎，都秀内，应该不是这个档案。这个呢？不是这个。这个的话，我们衣服已经练好等级了，好，就从这里开始好了，没有错。这样我们这一次一样不要去练的，然后稍微的话就是把这边做一下快转，然后我们要让我们的 tail 记得进去那个发现了真相。不过我们的衣服拿奖，因为我们的他的功力还是不怎么的高，所以。其实到了最后，他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拯救 Tail， 就是让他大概就是这样的结局吧。唉，这一次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拯救 Tail， 没有错，在这边，是的，啊嘞，然后依旧变成了大魔王的状态。被谎言吞噬了，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，没有错。其实这样的 Tail 也还蛮帅的，最后就变成大魔王的感觉啊！跟他之前的他不一样，我要吃掉你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打不赢。我们打得赢吗？鸭蛋，我们打得赢吗？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有点厉害？怎么办？我觉得我打得赢 Tail 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要保护自己。好，我就从头到尾就在。Tail 打我啊！又输了，不是，是这样就是 game over。什么？竟然？啊，可恶！这样阿曲的话没有存档怎么办才好？这一次的话，我们就认真的恭喜吧。感觉我就不会输，对啊 ，Tail 你就，赢了，变回来了，没有办法，完全的失掉。也是啊，因为我太弱。没事的，因为我会好好的保护你的。怎么会？有那强大的能量反应，只是那位小姐的力量呢？她打算将力量一次释放出来，怎么会这样？她还出生不过一年啊。以那娇小的身体使用强大的力量的话，身体会完全无法承受，因此消灭的。是吗？这是那位小姐的选择吧？什么？不会吧？伊芙选择要牺牲自己。伊芙，当力量增长并且是解放的话，真的会成长的呢？喂，因为。做好约定了呢，约好了要保护你，虽然没办法马上变强成了这样子，虽然说的话你听不进去，被你弹额头，点心被没收，还被你耍得团团转的，但是也一起去了各式各样的小镇，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，
吃了好多的谎言，没有 seed 的话，光我一个人肯定无法得到了这么多的快乐。所以呢，最后就由我来帮 seed 吃掉谎言吗？因此我一定是为此而诞生出来的吧。哈哈，虽然在最后我时而点任性而违背了约定。喂，希望你不要太用力弹我的额头。 If 拜拜 Tail， 我最喜欢你了。不要啊 If， If 拿下。做了那么多愚蠢的事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虽然跟计划的不同，不过也完成了对大哥的复仇了呢。嗯哼，再会了。怎么啦？啊，已经这时候了，赶紧走吧，天色都黑了。啊，好安静啊。我还是没能守护任何人。什么？这个 end 好讨厌哦！阿许快哭啦！这个结局什么的，阿许没办法接受。然后是这个存档没有错吧？好，那我们就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所有的东西吧。没有错，从一开始的开头动画，我们最小的时候，他们三个人帮派聚集的时候。然后到我们后来的噔噔噔噔，我们令 Iris 小姐出场。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这边是什么？哦，怪盗出现，滴滴叮，是你。Tail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诶。然后。被谎言附身的理由，我觉得那个嘴唇还蛮性感的啊，大家不觉得吗？哎，我的洗衣机在叫我洗好了衣服好了，旧的好像有点久。Bad end， 嗯，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。天啦，还好我们看完上一集就得到这么可爱的结局，什么什么的，完全就是完全。不用怕，从一开始入这个小镇，然后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在我们上一集奥博索阿曲就已经算是，诶，介绍过，还是会被我剪到，没有错。谢谢波阿面阿曲，阿曲没有办法忍受，这真的是有点太那个咯。我们是要播放什么比较好呢？播放一下 end 的 BGM， 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来念一下大家的资料，没有错。虽然这跟之前的应该差不多。Seed 习德，年龄23岁，之前应该没有这么大，对不对？身高170 cm， 特技说谎，喜欢有钱女人。衣服哦，多了衣服，之前我记得没有这样的设定啊。讨厌麻烦的事，男性诈欺师。能像呼吸一样自然的说谎，变得稍微稳重一点了。艾菲娜，11岁，11个月，外表5岁，身高98公分，有长高一点吗？人力是谎言，喜欢的是 Tail 甜点，讨厌两位数加法计算，以谎言为主食的容少女，好奇心旺盛，也有精神，比以前稍微长大了一点。西瑞尔，到底是什么念啊 ？Leo Hat， 年龄20岁，身高161 cm， 特技变装，喜欢兄弟裁缝，讨厌说谎。怪盗 Butterfly 的真面目，因为从小就和 Tail 他们混在一起的关系，言行举止都很男子气概，却是女性。因过去的事而对 Tail 怀恨在心。伊诺斯里欧尔赫兹，是年龄23岁，172 cm， 特技开发，喜欢发明午睡，讨厌人群高处。K
Ken 过去的结拜兄弟现在做着研究发明家的工作，只要待在人多的地方或是高速，王芬就会开始想吐。吉恩·玉里欧赫兹年龄22岁，身高169cm， 特技是驾驶，喜欢漫画游戏，讨厌游泳。 Ken 过去的结拜兄弟现在做着驾驶员的工作，小碟很低，难怪到最后就是有直升机，不过怪盗什么的就是要乘着直升机离开，好像就是阿曲有什么特定印象、啊、那我们基德是会自己就是乘着自己的那个滑翔翼就飞走了。尼尔梅斯尔菲德约100岁，外表30岁左右，1.98公分，能力不死，是喜欢的是世界人龙，讨厌邪恶不死的龙男，担任警旗队的队长，自从部队做了区分后变得多余的忙碌起来而感到有些苦恼。布雷特瑞夫斯葛瑞夫斯约17岁，外表同样就好像跟之前没有什么差别。影之龙青年担任警旗队的副队长，对人温柔以待，但讨厌厌恶人类，最近喜欢看星星。艾瑞斯·阿修贝里约9岁，外表是15岁左右，身高是152cm， 能力分析对象，喜欢警旗队的伙伴，讨厌思考的事情。他根本就不需要思考吧，他的能力就可以瞬间啪啦啪啦啪啦，还是有一些话其实听不懂的，还是要需要思考一下呢。能力是能够分析的柔少女，担任警旗队的调查部队长，很有精神，但是过于冲动，太过冲动了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系列没有错，就在这里正式的完结咯。3个 end 都已经得到了，而且这个系列一部二部三部好像目前就只做到这一部，而且以起承转合已经做的差不多了。如果做合之后还要做个小外传的话，一样有暗花的步伐去，也不会有就是嫌弃要玩他们，不是嫌弃啊，是绝对会玩他们。哦，这是等一下，为什么要播这么可怕的 BGM 呢？诶，播放。你有其他的比较好的播放的那个吗？Red Butterfly， 这是 Heart。好啦，就没有错啦，就是在这边正式的完结了。对，就是刚才说到哪里，挑个音乐又有点小小的黄声，就是说如果作者有出其他的小品系列，就是之后啊。之后的故事的话，阿曲如果还有汉化的部分，阿曲也一定会玩。对的，这些也好像从所有的脚本，然后 CG 设定，还有 BG 量啊什么的动画，都是这个作者自己一手包办的样子，好厉害哦！天哪！好啦，那一样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都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有任何意见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板，或者是在粉丝专页留言给我，我会再做改进哦。那谢谢大家。对这个系列的支持与爱戴，那我们一样下一个系列再见哦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